这边准备了五道题目，我们来抽吧。选三个就开了，先抽一个。先抽一个。随意，都一样。我提前看过，里边真的都很土哎。真很土哎。先不要给大家看。听完了都会让人发笑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快喷了，你看。你看，要不要放弃？还是来吧。来。你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呢？又笑场了。哦，笑场嘞，稍稍调整一下情绪吧。好。老师可以给我一个特写吗？当然可以。对自己有要求的人，杨老师会配合你一下。你为什么要？你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？怎么没有？因为你动了我的心啊。你有小肠了。最后一秒钟破功了。你看你讲第一句话的时候，这个表情，这个眼神，还蛮有代入感的，很帅啊。但不能笑场啊。好，我尽力。一笑场，这个气氛就没有了。其实我回去练了，其实我自己会练过，镜子练过。但是一到正式场合，我就会崩了。练的还不够。我们下面还有再接再厉，来看看。哇，好长啊，感觉。其实都不长，是你的心理作用啊。哎呀，我的手被划破了。哦，你也划一下吧。为什么呀？既然我们就是两口子了。啊？这个还可以。可以啊。开始进入佳境了。最后一个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害我这么喜欢你。哦。哎，平时这种土味情话真的不是很适合你。你看他前面的反正80%的时间都很到位啊。就差最后一口气。要不要再来一个？加试一个。好吧。你可以拒绝啊。我试一试吧，我觉得要突破这个难关。极限啊。对。还是勇于挑战自己的。突破极限。这个也太难了，抽到一个很厉害的题目哎！你猜我想喝什么？我想呵护你。喝什么？呵护你。呵护你。如果真的有人跟你用土味情话来表白的话，是不是会笑场啊？对，就赶紧走，我就会赶紧跑。你又不当回事儿，接不住。